现在是59分。17点了吧？17点了吧？刷新一下。OK。有声音吗？我这不可能没声音吧？喂。什么情况？这也没录到声音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设备吗？不可能啊！来来来来来来！这是谁呀？哎呀，我看忘记又来了。尝试一下呀！康文帝换了个发型啊。
EE Quest Link Skills Character Stat Chamber 줄까? 이 컨텐츠 화두 강한치 应该是他们之前那次讨论出来的。King Liber EV Quest 更换器机构。서면에열什么？哎呦啊，卡呢？哎呦，兄弟！Character 세부농래치표기계산什么？它应该是转移次数多了。Guild and Reboot Gas 편，Guild 개편은什么？它是关于一些工会的改动啊。User 간의가만什么 community 这是个访谈节目吧？첫 번째 키워드 是跟那个工会有关的。哎，他怎么一个人呢？一个人。Damage 를한하선하여두 번째 키워드 플레이스 跑题赛啊
시간 맞다. 我都不会吧？这个地形更难跳了。他把那个图改了。这是12点那个图吧？Sebenzeki water。Guild to Commission Nobilis SP 就是它是关于那个，它那个工会里面有个点数那些东西，Nobilis 那个点数。Chuga Guild Mission Chuga，20 노브 SP를 공제 없이 하드카눈 可能他开着空调了 4到10名的 ranking 怎么样？不是，我耳机这有声音啊。Guild Canton 参与什么？用欢猪噶。给卡机，노블레스스킬레버평인의산계산反正他那个是不是叫贵族啊？贵族点数。哎，接下来是关于 reboot 相关的，这它 reboot 有个伤害嘛，有个伤害技能，它根据你等级提高伤害。
Monster Character Label 差异诶，什么？他论 damage 攻击输降。Seedling 花都宫汉，它是关于那个起源戒指的问题。17号，大家都知道下一个版，下一版本下周嘛。他换地方了吗？哎，那康文给了头。Pink Bean 论，Yolom Update Concept 什么？좋아요, 구독, 여러분 알려주셨죠? 좋아요就点赞，구독是订阅，알려주셨죠 就是那个小铃铛。최고대한이벤트구조，哎，这什么？这不就是18周年那玩意儿？Person we do come home 什么？Coin we do come home. Event channel 과정내경험치 we do learn. 感谢。비중과 보상 诶，这是他们活动的那个地图是吧？Maple Life 什么？它左上角 Studio Live Studio。
所以他们那个活动的地图就是 Maple Life 是吧？Event 什么超带怪？Single event contents 탄용시탄해폰의치패자。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个沙滩小游戏？사냥 이퀘스트 포스 몬스터 트위치 什么 통우 로드 이벤트 참내 카눈 이벤트에서 지금 하는 경험치 什么？这跳得太快了。경험치 퍼슨의 대아화다화대这个是他那个弄硬币的。那硬币的那个技能，新规 ban contents 에서도추가경험치획득가능。也是网络不行吧？这网络还是可以的。不行的话，看回放了。Terra Burning Plus Plus，他讲了那个斗然。Terra Burning Plus，一些 level。他送艾苏是吧？215送什么？送药水吗？啊，这 step up 又来了，步步高那活动又来了。啊，要打10万只怪吗？메가 버닝 캐릭터 24시 레버 5시 추가 보상 지급. 就他讲的那个小豆燃是130的嘛。Plus，因为韩语啊，Word 哎，什么东西跳太快了？快，Word Leap 啊，那个你斗然完了之后是要转移的吗？就那个。Scania Luna Elysium。
콜라. 요자 공모 천사 应该跟那成长有关的一些东西。Black 灰什么？一路灰黑。还没结束吗？哎，注意，6月17号是第一个版本，7月15号第二版本，8月12号第三个版本啊。新个基友，哎，注意7月15号新职业，然后再看新个 boss，8月12日新的 boss。23일 2차 업데이트 소개 영상. 아, 24일 还有一次啊，视频啊。他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的谈话。24号还有一次啊。结束了吗？接着我先。